我最喜欢吃的宵夜。写完给镜头看，一二三，什么？咸酥鸡。咸酥鸡不对。哦天哪！好，完了，我们不是夫妻。老婆最喜欢的季节。老婆。老婆最喜欢的花。花。哇。好。哇。那个叫什么花啊？来，自己给自己的。惨了。就是。我这不能猜的。一二三，兰花玫瑰，答错。兰花。答完啦。来，昆达最想去的国家。昆达。好，一二三，答对了，对。不用拿了吧？不用拿了。好，最后老婆。好，老婆最喜欢吃的食物。水果。水果。老婆最喜欢吃的水果。一二三，答错，继续问，不用回去了。国旗吗？干嘛？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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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完给镜头看，一二三，什么？咸酥鸡。咸酥鸡不对。哦天哪！好，完了，我们不是夫妻。老婆最喜欢的季节，答错。哎呦！老婆最想养的宠物，哇！老婆最想养的宠物，没有，恭喜答对。加油！加油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！他们都到了。对啊，汗流浃背啊啊啊啊！好累啊！圆梦，谢谢完成大肉圆梦第一次。多久没有骑摩托车兜风过？那种年轻的感觉。对啊，在这个爱的路上，我和你，对不对？人生就像两个人的平手之足，啊，对不对？夫妻就是。并肩作战，哇，这个状况流的汗水比雨水还多。我总在这想起来，夹住我。哎，很感动哎，哎，拍手拍手，拍手，太感人了啦！拍手拍手，哎呦，其实蛮温馨的，真的好像不管未来怎么样，反正两个人就要互相扶持对方走到最后嘛。对。厉害厉害！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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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真厉害！辛苦了雅兰姐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！谢谢。要不要喝饮料？没关系。来来来，谢谢。谢谢。要喝哪一个？我先喝。哇！哎，没有了，大家都放空。恭喜前三名，第一名是粉红队古柏跟范娇。耶！第二名是绿队后的那咪咪。第三名是蓝队，黑的阿迪。